干脆明了的来一组这个，直接你就爆汗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几天都在吊体热。我的天，我记得是10点才下雨，啊，快跑快跑！啊，是早上的8:56，然后看我这两撮飞天的毛毛，有点太奇怪了。明天就要中期答辩了，所以其实今天就有点紧张。早上挺早就醒了，想着赶紧过来锻炼，锻炼完了今天就赶紧的练一天，希望明天能有个好结果吧。哎，不管了，不管再说了吧，现在先把运动做完，加油。85分钟，226卡，他应该有个拉伸，跟他一起。这组做完了，但是还没有达到今天 HIIT 消耗400卡的这个目标，所以我还是要做一组 drop。哇塞，我的牙好齐啊！这个暴汗的效果超级棒的，我觉得我得快点出这组 drop 的跟练视频，我觉得真的是太有用了，真的挺好的。这组动作我几乎每次如果第一组觉得出汗不够多或者什么的，我就直接干脆明了的来一组这个，直接你就暴汗暴到死。48分钟，415卡，最近都在试用那个轻断食法，早上不吃东西，然后就直接锻炼嘛，有的时候会偷吃两个坚果了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几天都在吊体热，而且已经下185了，腹肌臀今天就结束了。我练完了，头发有点长，每次都粘头发，可能这周末就把它剪到这么短。今天下雨太冷了，所以喝一个这个鸡蛋西红柿汤，然后这边就是生菜和一个腌的鸡蛋。室友们吃的这个是凉拌的卤牛肉，还有一个乱炖，我吃两口牛肉吧。上午做完运动就马上下雨了，现在也是风特别的大，估计今天下午还要下雨，明天好像也下雨，下午好好准备。今天的晚饭，一碗鸡蛋西红柿菠菜汤，然后一堆生菜和一颗蛋，耶。3公里，跑完就回家去准备答辩的东西，加油。一堆人在踢足球，哎，小腿有点痛。虽然下雨了，我的天，我记得是10点才下雨。
快跑快跑，点儿也太背了，跑到家这块就又不下雨了，身上都湿了，希望明天一切顺利。正在准备大便的东西然后摁死了一个蜘蛛，它的血竟然是黄色的。